江，报个平安。这边很美，我跟同事玩得很开心。人有两颗心，一颗是贪心，一颗是不甘心。你们想要的东西啊，在外面老老实实工作肯定得不到，但在我这里可以。我不干，放我回去。谁烦心了？风险比贩毒小，利润比贩毒高。只有你们想不到的，没有我们做不了的。他们不怕你赢，你以为那么多钱？就怕你不玩。精彩的来了。不要再相信他了，他就是个骗子。三，我帮你完成业绩，你帮我出去报警。二，到底是谁想要毁掉这个？一，是那帮人贪，不是我们贪。我真的很需要钱。越想，阿天，他们是要命，快停手啊！闭嘴！今年的流水已经超过了6000万。开工！接下来我要讲的才是真正的内幕消息。